八七年。可以，你要吃什么果子？跟你一样大是吧？嗯，比我大，比你大一岁大的，比我大一岁。你的叫大蒜是不是好像？嗯，大蒜包金钻，美食不想做，拍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我做视频差不多有3年时间了，跟朱姐合作有2年左右，其实她也付出挺多的。作为朋友啊，今天我准备买一束花送给她，感谢一下她。你们不要多想啊，是作为朋友，然后呢再请她吃个饭。我问一下啊，这个朋友的话送什么花大概？男朋友。不是，女的不是女朋友，是朋友。朋友送给朋友。对。玫瑰花好像是送给女朋友的吧？不送玫瑰花，你送什么？他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康乃馨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康乃馨是送病人的。送病人的。康乃馨。不能瞎讲啊，对不对？不能你瞎给你花。康乃馨。要送玫瑰花吗？对呀、啊，玫瑰它是，只要不送红色系的。哦，玫瑰不送红色系的都没事是吧？普通朋友不要送红的，不要送红的，就送玫瑰也可以送。那你给我搞一个吧，搞一个。师傅说白玫瑰可以送，你们不要多想。这还挺好看的这个。啊？我说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是的，这种是比较送，就是不是讲送的那个，现在人都要清爽一点的。嗯。我们合作这么久，你也辛苦了，我给你送个花。但不是，你不要多想啊！你拿着来来来，是那种玫瑰，不是爱情那种玫瑰啊，是朋友作为朋友特别包的。刚才忙了半天。是啊，哎呀，吃的还可以。吃的。花干什么？吃的，等马上吃，马上吃。朱姐，你吃什么？这里不有个牛杂馆吗？牛杂啊、嗯？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啊。啊，就吃这个，这个也挺好的。好好好好。好，行。今天带朱姐来吃一个牛杂火锅，有牛筋、牛肉。然后点了几个素菜，牛肉看起来还不错啊，一斤。今天来跟朱姐一起来吃个牛杂啊，来朱姐别客气，公筷啊，这是公筷，还没有吃啊，来一点，别客气啊，朱姐，千万不要客气，真的，合作拍视频差不多有2年多了吧，再来一点啊，有2年多了吧？有。对，说实话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2年都过去了，来尝一尝这个牛筋，兄弟们啊。这花多少钱一斤？花110吧，好像是110多。来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，朱姐？可以，我吃了一个牛筋。我要不要开火？不用开火吧，先把肉吃。来来来，不要客气，多吃点。你看这个朱姐都饿瘦了。来啊，你吃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这个牛筋没想到味道还真不错，我自己来了啊。这也不辣啊？不辣。啊，我跟这个牛筋还真可以，我估计我能干2-3斤肉。坚持今晚。我看你在干保安是吧？嗯。干多少钱一斤？我们这个干嘛？我也准备搞一个干呀。嗯。保安不就拿我工资吗？我不要工资高。有单身的女保安。最好的，啊、不要工资高。哎，是吧？我想给你介绍一个。介绍一个什么？87年的，重庆的，不是。重庆的。离了婚了。离了婚了，现在在合肥干什么？在合肥南站，合肥南站那里做微商了，以前做微商，现在搞直播，好像跟你有点那个呀。我有点什么？同行哎。同行多了，怎么会想到给我介绍呢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够用你啊！真的不够用你，87年的。可以啊，必须给朱姐加入啊。87年好像也是跟你一样属于我们。真介绍给我吧。我给你看看照片。那你干嘛？你笑啥呀？真的是。老板，再给我们加半斤肉，真的啊，给他加半斤那个牛筋还是加牛肉？你说一下牛筋牛肉。是吗？没事没事。他什么时候吃完？你自己看。可以吧？你自己看可以吗？可以。87年。可以，你要吃什么果子？跟你一样大是吧？比我大。比你大一岁大的。比我大一岁。你的叫大蒜是不是好像？嗯。你大蒜包金钻，那个比你大一岁，你包1块金钻，多好。哪天我叫他出来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这怎么这么好事怎么想到我了呢？
那天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。嗯。什么学历啊？我这学历，我都没有问，我知道他是离婚了。嗯。然后小孩都给男方了。哦，没有小孩了，离婚了，重庆了，怎么想到我了呢？天哪，你今天请我吃饭啊，没想到你了是吧？什么时候没想到过你？嗯，朱姐吃啊，他这个牛肉说实话真的味道不错，这真好吃。哎呀，这个现在这些店这味道把控的真的。我吃上瘾了，我把反向的煮一下，兄弟们，让雪也给他煮一下。